更有惊喜，就像选择了第一个游戏角色，成长有了努力的方向，就像选择了新的门派，孕育新的期待。与其等待，不如期待，迈出第一步，梦才会开启。每一个崭新的回合，你我勇敢前行。哎，我跟你们讲，当年我打出第一把光武，特别兴奋，一直都舍不得下线。说起输出啊，杨洋现在已经是武神坛的冠军了，第一师徒的名气杠杠的。那些曾经并肩的好友，已成为记忆里珍藏的缘分。Hello， 在聊梦幻吗？嗯。现在呢是嘉年华活动时间，我带你们刷活动拿神兽，好不好？大神，带带我，带带我，带带我。一个契机，上号，带你们过。我们的回合会再度重合。你们罗汉。给武神坛留一份热爱，给自己。回合，它意味着勇敢、友情和初心。一个一个回合之下，正是无尽的热爱贯穿始终。他不问我姓名，只以回合问我初心。回合之间，热爱无边，我的梦幻人生。小红书。